然后这边有在卖这个绣品单片的哦，一片就要1000块日币。これ何個？これ食べれるかな？全部食べるよ。怎么了？怎么了？美味しい、美味しいんだけど。今で何分？うん。はい、終わりました。やった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大家好，我是北海道女婿 Jerry。大家好，我是奈美惠。我们现在来到了 Ubuddy 西藏。Ubuddy 美容特别好，来来来。那这个疫情之后啦，暌违3年哈，那这个 Ubuddy 的美容吃到饱再度开张哈。今天是6月15号，那我参加了今年的首场10点这一场哈。要吃到饱，吃给他吐哦！朝ごはん食べないで来ました。夕張りメロン食べ放題初めて。何個食べれるかな？那这个大人是2280块日币，限时是30分钟哈。那我等一下吃完来分享一下哈，到底值不值得来吃哦？一杯食べる。何個食べれるかな？那我们先去付钱了，好不好？嗯。行きます。はい、行こう。然后这边有分这个细章哈密瓜的等级哦，有特秀、秀、优跟两哦。那简单一点来讲哦，就是用这一个糖度来区别哦。然后这边有这个卖秀品的，那这边秀品一颗大约2公斤一颗，这边就要5300块日币了。哦，小贵哦。全北海道有好几种的哈密瓜品种，那细章哈密瓜的品种哦。在目前看来，单价是最高的。然后这边有在卖这个绣品单片的哦，一片就要1000块日币。然后这个是优品的，600块日币哦。这样大约的看下来哦，那个吃到饱2880块日币，感觉是蛮划算的。然后这个良品是等级最低的，那这边有一颗是1.6公斤哦，我们来大家参考一下，日币是2600块日币哈。开始只上了一块，好奇怪，不是吃到饱吗？吃饱，今来るの？だって、最初にまず10時から10時半の30分だけ。いただきます。いっぱい食べるよ。目標何個？我可以吃，绝对吃一个以上啊。嗯，めっちゃうまい。嗯。ちょっといいですか？はい。じゃあ、すごい来た。これ何個？これ食べれるかな？全部食べるよ。来啦来啦，赶快吃啦！然后他说吃8片的话呢，就是一颗这个细章的梅肉。8個で1個分。まずは8個は絶対食べなきゃ。我们是今年首场哦。嗯，すごい冷えてて、すごい甘い。这一盘不知道几颗了，这一盘应该就2颗了。やばい、幸せね、パパ。メロンっていつから始まる？今日からよ。あ、今日から、今日から。いつまで？好像到8月初，然后呢，它是3天前可以在网络上预约。嗯。吃到饱有两个会场哦，你自己详细的。哦，上他的官网看一下，我会把他的官网放在这个说明栏哦。然后3天内呢，要电话预约哦。嗯，那时候就要讲日文了，所以大家尽早预约。那我们来到这个会场有60几个位置。そう、席が空いてれば、当日っていうか前日当日でも
大丈夫席空いてればね、只要有空位的话电话预约也可以啦、建议大家还是现场预约。那现在这个细章哈密瓜的产季才刚刚开始，那细章算是全北海道啊最早生产的哈密瓜，但我觉得最甜的时候呢会落在七月的时候，所以大家不要羡慕我们这么早吃啦，其实现在吃起来没有那么甜哦，大家暑假哦七八月来加点席才正好吃啊、怎么了怎么了，おいしいおいしいんだけど今で何分，你要再喝一点水，大家配一点水慢慢吃啦，三十分钟其实很久，不用紧张不用紧张、我等下问他们用什么等级的给我们吃好不好。すごいね食べ放題って超贅沢だね。对啦，刚刚那个盘已经吃完了，那我们又来吃第二盘，吃完第一盘已经有点腻了。哇，いっぱい食べた，私もっと頑張るか，慢慢吃啊，然后再喝一点水，喝一点水，太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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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一场我们就来赶第一场，来又上了第三盘，不过剩六颗，六片而已，六片而已，盘子的片数会越来越少。那个最初呢啊，甘い美味しいっていうのがさ、口中がね。吃到饱就这样嘛，刚吃的很兴奋，吃到后来就腻了就。食べ放題ってやめ時がわからないよね。もっともっとさ食べなきゃ食べなきゃ食べなきゃと思うでしょ。まいきったいけるかな、あと5分あと5分で最後5分鐘他又上了第四盘，差不多啦，这是最后一盘了，我不行了，我老婆还是很兴奋，她北海道人第一次来吃。嗯，但是初めてメロン食べ放題来た、我之前有吃过富良野吃到饱的应该已经吃快三颗了，来了，剩没几块了，继续继续哦，あと三分，頑張れ頑張れ、あと三分。台湾って食べ放題ある？なんか台湾好像没有水果吃到饱。あるかな？ないよね。没有，只有大饭店有而已。そうだよね。ないよね。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的水果吃到饱。最后最后了。これ最後の一口。はい、終わりました。やったー、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ごちそうさまでした。喝个水，解个腻。はい、数えます。数えます。はい、せーの、一。一。十九，十九，八十，二十二一二二，吃了二十二片，二十片。哎，老公的火咖，他一片吃几片是一颗啊？八个。八片是一颗、我吃了快三颗啦，老婆大颗两颗半。第二个的话，食べ放題一番安いメロンだったら、一応元は取れたっていうことだよね。他应该是拿等级比较，讲回本的话，要两颗以上哈，两颗哈，大家来挑战看看了哈，吃饱吃饱了哈。呀，食べた食べた，老公とさ。二つしか変わらなかった。因为我们很忙啦，我们又要拍片，然后又要直播，要跟直播的观众聊天。所以我们现在吃的有点慢，我相信大家来，基本上吃超过三颗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对，然后来吃之前呢，不要吃太多中餐或早餐哦。そうだね。好好的吃细章的这个哈密瓜。食べ放題来る時はあんまり食べないで来た方がいいと思う。三十分しかないからね。那我们等一下就去附近逛一逛哦，看这个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メロン買って帰ろ。对，那给小孩吃一下。日本唯一的细章哈密瓜吃到饱。然后这一个吃到饱的旁边呢，就有一个卖店哦，它有贩卖细章哈密瓜的相关的一些产品哦，然后还有这个细章哈密瓜做的 jelly。
这是什么东西？これ夕張メロンゼリー。すごい。こっちも夕張メロンゼリーだけどさ、なんかこっちの方がすごい高級感が。嗯，看起来很高级耶。然后我镜头，因为上礼拜去玩萨普，所以中间有点进水，回家才能把它吹干，所以今天这影片中间有点雾雾的。ね、お土産にいいかも。食べた後にね、みんなにプレゼントするのもいいと思うよ。あと隣のお店に夕張メロンオリジナルのかき氷と、あと夕張メロンソフトクリームもある。ちょっと今はもう食べれないけど食べたいけど今はちょっとおすすめです。イエーイ、夕張メロン30分いっぱい食べてきました。もう食べ過ぎ、お腹いっぱい。吃得蛮开心的啦，对对对，虽然只有短短30分钟了。美味しかったね。对，非常的好吃哦，非常推荐大家来尤巴里这边吃细张的哈密瓜，然后珍惜一下他们的观光啦，毕竟他们是这个全日本唯一破产的都市哦。然后呢，北海道女婿最近有成立一个FB 的北海道旅游好康报，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北海道的旅游资讯的一个社团哦，欢迎大家加入哦。如果有任何旅程上的问题哦，可以在社团发问，有非常多热心的网友哦，还有北海道女婿哦，会去回答你的问题哦。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了，札幌帰ります。拜拜拜拜。欸，このネームレブルはあ、レモン、レモンじゃない、やめろ。レモン、こっち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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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现在还有在直播，很忙很忙，又要吃又要拍又要直播，要自备铁汤匙。没错没错没错，聪明耶。没有念小学的不用钱，然后有时间的，有时间的。这个卖店有卖非常多细张这个哈密瓜的相关产品。